请掀开经本第二十五面第二行，第二十五面第二行，普令成佛，佛为大施主，何计助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诸善根成就菩提果。这一首偈，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没讲完，实在说呢，这个意义非常之深，特别是生活在现代的环境里面，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去学习。寄生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我们学佛，特别是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有不少人曾经问过我，读诵无量寿经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我们听了立刻就能够想到，念佛的同学们，像他这样的状况，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很多，绝不止是他一个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听经太少了，所以念经的人多，听经的人少。念经的人啊，只会念无量寿经，不知道怎样向阿弥陀佛学习。那么由此可知，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学习。唯有详细的讲解，认真学习，我们才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是世出世间的第一大施主。何以说他第一呢？这都不是我们能够说的话了。这释迦牟尼佛赞叹的。在本经里面，世尊的赞叹就是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赞叹。世尊说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赞叹到极处了。我们在经论里面也常常看到这样的句子，一切诸佛如来智慧德相都是平等的，既然平等，为什么阿弥陀佛有特殊？这个道理在哪里？
为什么是偏赞阿弥陀佛？我们在经论里面至少看出它有两个突出的地方。第一个，弥陀这个法门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这是诸佛如来没有的。虽然是这个智慧、神通、道力样样平等，度众生的方法不一样。弥陀，你看看，用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平等普度法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直接文当，这个很特殊啊，不容易啊。平等普度啊，效果如何呢？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无比的殊胜呢，这个平等成佛就是我们这一小段的幕后的两句，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这是给一切诸佛如来不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偏赞弥陀，道理就在此地。那么今天在此地我们要特别学习的，我们也要效法本师阿弥陀佛，也要做大施主。他是施主里面第一大施主，我们要向他学习。普济诸穷苦，这四句，前面的四句虽然上一次讲过，再多说一遍也不妨碍。穷苦指谁呢？六道众生个个都穷苦啊，穷苦的事不相同。有些人缺乏财富，生活艰难，这是物质生活的穷苦。有些人过去生中修的一些福报，这一生虽然得到富贵，依旧迷惑颠倒，智慧不开，他在道业上穷苦，这是说穷苦的不一样啊。我们要懂得，富足，我们在三皈依里面常常念到的，皈依佛二足尊。足是满足，是圆满。二是什么呢？智慧圆满，福报圆满。我们这个世间普遍的没有智慧呀。
即时是色界四禅天，大梵天王、摩悉首罗天王，在这个三界之内，富贵到了顶点了。他有没有穷苦呢？有，烦恼没有断，出不了六道轮回，是他的穷苦啊。我们不知道啊，佛菩萨这些圣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实际上，世间一些圣贤人，他们都懂得今生生活远远超过了物质生活。今生生活的贫苦才是真正的贫苦，物质生活并不是真的穷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在整个僧团里面过的是乞食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那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这样的生活是穷苦到极处了。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求人来救济？没有，生活过得非常自在。这是说明物质的贫乏不算是穷苦，没有智慧是真正穷苦啊！啊，那么再看看中国，也不例外，也有好例子啊。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那个物质生活的贫乏，恐怕跟僧团里头差不多啊。我们在《论语》里面读过，《论语》里面记载颜回的清贫，但是朴饮啊，这种生活要在一般人没有智慧的人，他感觉到非常穷苦，但是在颜回态度完全不一样。夫子赞叹的，这样的物质生活是回也不改其乐，他乐，乐的是什么呢？他精神生活充沛，他有智慧啊。所以从东西方的圣贤教导我们，我们要觉悟。物质的生活之穷苦不是真的穷苦，你要是看穿了，我们讲看破了，你还是一样的自在快乐。没有智慧呀，是真正穷苦。即使做到大梵天王、摩悉首罗天王，依旧不能脱离穷苦。我们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普济今天说实在话，头一个要救自己，自己没有智慧，如果智慧要不开，我们的前途是一片黑暗。
这是经上讲的，长夜不是无忧恼啊，多忧恼啊。长夜是指轮回，轮回的时间太长太长啊。佛经上常讲无量劫。过去我们已经经历无量劫，未来还是无量劫。这是个事实。谁来救这些穷苦众生？只有佛菩萨。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当时的印度？当时印度宗教相当进步，他们懂得修禅定，而且禅定确实有功夫。许许多多人都能够修得四禅八定，就是出不了三界。我们读了佛经之后才晓得，四禅八定只有定没有慧也。定是福报，所以能享天福，不能脱离三界。这一桩事情，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都说到。他说这个事就是讲生死大事啊，佛不能救啊，佛报再大了也是枉然啊，解决不了生死问题，福不能救，一定要慧才能救。可是人家有这么好的功夫了，就差那么一点点。释迦牟尼佛这就是感呢，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的。不是我们普通啊祷告祷告那个不管用的，你要真有功夫在啊，有四禅八定这种功夫，想出三界出不了，这个念头就是感。佛就来帮助你，出现在世界，这就是说根熟的众生，帮助他们修行正果啊。下根的人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了。中根的人证辟支佛了，上根的人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做佛去了。那么这个佛，天台大师所说的分证即佛，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那就是四十一位真佛，不是假佛。这个是诸佛如来普济诸穷苦，
阿弥陀佛，这位大施主，大在哪里呢？大在佛能够令上中下根平等证得无上的佛果。这个施主真的是大施主，不是普通施主啦。这就是超越诸佛。我们今天要学阿弥陀佛，要学的像啊！佛是大施主啊，我们是大施主的学生呐，也要像大施主。怎样才学得像呢？以往生经论，念佛法门，布施跟一切众生，就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那又就大施主了。往生经论就是经中的五经一论。我们今天为什么发心呢？专学经中经论，专修净土法门，专弘净土法门，这没有别的，也是想做大施主而已啊。如果用其他的法门，华严也好，法华也好，如果不回向求生净土，那就跟刚才讲的，你能够帮助众生，这个上中下根呢，帮助他证阿罗汉小果，辟支佛中果，菩萨是大果。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结果，要懂这个道理。所以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才圆满。如果没有这一招，华严就不圆满了。所以古无大德说法华华严呢，只是无量寿经的引导而已。这个话说得好啊，真正是过来人说的，不是过来人呢，这一句话说不出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呢，要不肯认真努力修学。岂不可惜吗？开经偈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彭吉清居士讲，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今天遇到遇到怎么样呢？不肯真干不肯学习，到最后这一生空过了，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一点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在理论上说，这个种子金刚不坏，到什么时候成熟呢？很难讲。也许还要过无量劫，为什么呢？不一定能够遇得到啊。你还要受很多苦难啊。
哪一天能成熟呢？哪一天真干，哪一天就成熟。在现前我们看到不少啊。你看看，有很多同修念佛往生，欲知时至。走的时候非常安详。瑞相稀有，他真干了，他这一生成功了。如果我们存个侥幸心理，不要紧，我现在还年轻，等到我老的时候再真干。你每天看看报纸上那些副文，年轻人走的很多啊。你能够保证你能够活到80、90，活到100岁吗？30、40、50走的很多很多啊。所以自己一定要提高警觉，要救自己。佛法帮助一切众生，四种缘里面只为一切众生做增上缘而已，这个要懂得。四个条件本身具备三个，佛菩萨帮助只是一个，叫增上缘。我们自己要有清净缘，要有所缘缘，要有无间缘。清净缘种子啊，佛种啊，这个种子就是往生净土第一个因素。我们有没有呢？有，不能说没有。你听到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生欢喜心；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你能够生敬仰心，表示你有种子，你有善根的。为什么不能成就呢？虽有善根，虽有种子，种子的力量很薄弱，不强。从什么地方看起来呢？你没有一个强烈的往生欲望，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反过来，你有一个强烈的烦恼的念头，你的烦恼不能克服。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你这个念头太浓了，太重了。学教、念佛，这个念头很薄弱。你这一生成功的希望不大。有没有救呢？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于语言不同。善导大师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不是说你没救了，没救就绝望了，不是这个说法了，总在于语言不同。
换一句话说，还有救，只要与缘殊胜。缘是什么呢？善知识。第一个缘呐，清净善知识啊。善知识在哪里呢？这《无量寿经》就是善知识。这是第一清呐，天天要念，天天要讲，单单念不行，单单念说不知道怎么学，天天要讲，有一个强烈的欲望，欢喜讲经。这个缘殊胜，这个缘好，为什么呢？每讲一遍呢，自己的智慧境界向上提升一层。我想每一个讲经的同学都会有这个经验。天天都在讲经，你决定能够体会到你一年一年的境界不一样，这就在进步啊。一月一月的境界不一样，你的烦恼习气逐渐逐渐不必作意去断它了，自自然然就化解了。为什么呢？定慧现前啊！在现代，我们讲一般讲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用这个方法了，非常有效。不肯发心讲经，怕讲经难了。这就很难了，那你必须用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法也很多。最重要的是要你能放下，你能够舍。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全心全力为别人服务，帮助别人，这样行，也能够逐渐逐渐做到烦恼清，智慧长。这总不外乎这两条路啊。两条路都不肯走啊，那就难了。那就是李炳南老居士常讲的了：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你就属于少的那一类了。多的那一类了，你真肯干呢，懂得方法，晓得怎么去干，决定没有回头，决定没有退缩，这是念佛真正往生少的那几个人呢，你就在其中了。不肯发心，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你怎么会有成就？古大德常讲这个法门是易行道，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意识跟其他法门比较起来容易，其实还是不容易。你不能够控制烦恼，不能够降服烦恼，这个法门就是不需要断烦恼。你有能力降服，你有能力控制，你才会有成就。那么在寺院里面，我们有这个根，有这个根，这个善导讲啊，缘呢，好的缘分，我们所缘缘。这个关系重要啊！所缘缘，简单的说，你所攀缘的这些缘，这些事情，我们对于世间法、出世间法都不攀缘了，统统放下了，只攀缘阿弥陀佛，只攀缘《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样就好啊！除这一部大经，一句万德洪名之外，统统放下了，彻底放下了。这个人这一生决定往生。决定一生成就啊，这是所缘缘的，我们要懂得了。无量法门专缘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要学讲经。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学讲经，现在学讲经不难啊，从前是真难啊！你没有一点天分，你没有办法，你不学不成功的啊！这个天分是什么呢？我们听老师讲经，老师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讲下了之后，到第二天我来复讲，我至少可以能够讲50分钟。你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学讲经啊！啊，听一个小时不能讲50分钟，你不及格，你不能学讲经啊！这样的人太少太少了，不多见呐。老师不可能给你讲第二遍的。现在这科技发明了，给我们带来方便，我们可以录像，可以录音，我们可以重复再听，这个方便太多太多了。我可以把老师讲的重复听100遍，听200遍，那你还不会讲吗？当然会讲了啊！那么也许人笑话你，哎呀，你这是复讲别人的东西嘛？一句也不是你自己的吗？没错，确实是复讲的。阿难尊者集结经藏，完全复讲释迦牟尼佛的，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再说呢，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佛讲古佛如来的，也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佛祖代代就是这么样相传，我们这样学习就没错啊。自己的意思来讲，你自己是凡夫，迷惑颠倒啊。决定不能有自己的意思。
千万不要被社会一些人诱惑动摇了。世出世间大圣人，释迦牟尼佛出世间大圣人，孔老夫子世间大圣人，他们修学讲学的态度都是述而不作，没有自己的东西，都是传述古人的。玄奘大师不仅是中国人赞叹，外国人也赞叹他。他一生的事业就是述而不作，从事于翻译的工作。一生留给后世啊，只有一样东西，还非常简单，八十规矩颂是他做的。玄奘大师没有作品啊，只有一个八十规矩颂。八十规矩颂虽然是他做的，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全是经论里头所讲的，没有一个字是自己意思。自己的作品还是述而不作，现在人讲求创作，很了不起啊！诸佛如来听得也佩服啊！为什么呢？诸佛如来没有创作，一创作就完了，创到三途去了。跟着古人走啊，走出六道，走出三界，走出十法界，他去做菩萨做佛去了。这跟着诸佛菩萨走啊，跟着那些创作的人走啊，三恶道去了。我们要仔细观察，利害得失就不会盲从了，就知道我们自己应该要走哪一条道路，永离穷苦。前面我曾经将佛在经论里面教给我们具体修学的方法跟大家报告过了，不再重复了。但是今天也有一些新来的同学没听到，点到为止。佛给我们讲的，一个人一生当中得财富，财富是果报，从哪里来的呢？从财布施来的。如果你想发财，你就天天修财布施，你准发财。这个不骗人的，佛不骗人的，大家都懂得舍得。舍得这个名词是佛经上的，舍就是布施，你舍后面才有得，你舍得多你得的就多，你舍得少啊，你得的就少，你不肯舍，你就一无所得。
所以你想得财富，你不舍怎么行？至于你得财富，或者你做生意、做买卖，或者你做工，或者你做某一个行业赚了钱了，那一些都是缘，不是因。因是你过去生中啊，你舍的财多，就是你命里头有财。不管你干哪一个行业，行业是缘，因有缘，果报就现前，你就发财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我们要清楚啊。别人做这个事情发财，我们跟他同样去做，我们发不了财。他发财了，我们赔本了。什么原因呢？我们命里头没有财，他命里头有财。缘相同，因不相同，果报不一样啊。聪明智慧是果报，法布施是因。所以我常常勉励我们同学，真正要存心学法布施，在居士林，在金中学会想修法布施，这个缘很殊胜的。我们这里的善书、经书、善书啊，录像带、录音带、光碟都是免费赠送的。你常常身上带一点，遇到有缘的人呢，你就立刻就送给他。你常存这个心，你将来增长智慧。我们每一位同修，你们每个星期到这边来听经，楼下借缘的经书很多，都摆在那里。每一个人自己不看不要紧，选个两三本放在你口袋，放在你钱包里头。遇到有缘人，你就向他布施，将来你会增长智慧。这个缘很殊胜呢，不必要你到外面去找啊，不必要你到外面去买啊。缘殊胜嘛，所以你要懂得，要抓住这个机会，绝不轻易放过这个机会。第三个无间缘，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念头日夜不间断，这叫无间缘。无间缘促成果报快速现前。常修布施啊，这个两三年，你们同修应该明显的觉察到了，居士林呢富起来了。连海外的一些同修法师，今天中国有几位大法师，年轻的大法师，都是大陆上很有名的道场的住持，到这边来参观了，都赞叹了。往年
大陆上叫老和尚，普陀山的妙善法师到这边来过。九华山的仁德法师来过，明山法师是每年都会来一次的。他们赞叹居士林是世界第一道场，我们听了不敢当啊！这是他们说出来。由这个地方呢，我们体会到他们赞叹居士林的兴旺。居士林兴旺，旺在哪里？旺在天天不间断的修三种布施。财布施，明天我们要帮助回教筹款，财布施啊。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无条件的供斋才不是啊。没有把居士林吃穷啊，愈吃愈富啊，你这还不相信吗？愈施愈多啊，不施呢，不施就没有了。这个寺庙就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来。你们一看一比较就晓得了吧？愈施愈多。还有一个非常令人佩服的一个现象，居士林每一天活动有1000多人在这个场地活动，没有听到一个意见。一团和睦，这个非常稀有。这是什么原因？法布施啊，居士林上上下下的人都有智慧啊，所以都没有争执啊，都没有闹意见。法布施，每一天听经闻法。讲堂不讲经，闭路电视里面24小时不间断。法布施啊，无微布施，不论是居士林的林友，或者是非灵友的佛教徒，遇到有困难，居士林这边知道了，一定会去帮助他。这属于无微布施。无微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李牧原居士，你们对他的生活状况知道不多啊？他每天睡眠只有2个小时，他的工作量大概是一般人的6、7个人的工作量。身体还能够支得住，还能应付得了，这是无微不至的果报。普通一个人像他这样子，一个星期就躺下来了。我跟他谈到，我说你太累了，需要休息，没有办法，实实在在找不到时间休息，这是真的。他是
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日夜无间断的在做啊。我们看到果报现前，修因正果啊，他的果报我们亲眼看到，怎么能不相信？世尊在本经里面，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般若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这一句话里面，三种布施圆满具足。我们要学佛，特别是学阿弥陀佛。你不懂得这个道理，怎么行？你不真干，怎么能成呢？布施的意思懂得了，持戒也是布施。持戒是属于无微不施，实际上每一个条目里面，三种布施都圆满具足。三种里头有偏重不一样。持戒三种布施里面偏重在无为布施，持戒是守法了，守法令人生欢喜心呐，这就是离开布，离开恐怖啊！你不守法，人家看到你害怕。看到你恐怖啊！你做事情样样都守法，样样都守规矩，人家对你安心。你想想看，这就是属于无微不至啊！我们走路，路上看到一个果皮。比如香蕉皮，人家不小心一踩都会滑倒啊！你把它捡起来丢在垃圾桶，属于无微不至。路上有一块石头，让人踢到会受伤啊！你把它捡起丢在路旁，也是属于无微不至。我们用我们的劳力去做，这个劳力身体是内财啊，属于财布施啊。你能够辨别利害，这是属于法布施啊。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在修布施呢？这就叫行菩萨道，乐在其中啊！人一生过得幸福、美满、快乐啊！为什么呢？经典上天天给我们讲的，积德累功啊，我们真的做到了，天天都在做。时时刻刻都在做，都在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赞美别人，
决定不毁谤别人。你就生活在赞美的世界里面了。倭寇毁谤，不但佛的戒律里面是禁止的，你们去看看《古兰经》里面禁止的，基督教、天主教《圣经》里面禁止的，所有一切宗教经典里面通通禁止。那就不是好事。我们在讲大经的时候，给诸位提醒，不仅是行为要善，念头更要善。佛在《十善业道经》的时候教导我们，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我们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触？如果自己感觉到这个世界很苦，一心一意想脱离，那佛这句话说的，我们会特别留意啊。一切世间是讲六道轮回，是讲十法界。菩萨有一法，这个法子妙啊，妙极了。佛说出来了，就是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他善法是贯穿的，这个意思讲，昼夜不能间断，昼夜常念善法，你的心就善了。一定要培养纯善的心，思维善法，你的思想善；观察善法，你的行为善，言行善。善法是什么呢？即是十善业道。你看讲的多具体啊。又有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告诫，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今天纵然是常念思维观察善法，还是有不善夹杂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善法修不成功了。善法里头夹杂不善在里头，就修不成功。我们的果报，殊胜的果报不能现前。必须要做到决定不夹杂丝毫不善，善因善缘善果成就啊。有这种条件，
发愿求生净土，必定得生。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有资格了。你是这个世间上善之人，上善就是绝对没有丝毫不善夹杂，这个人是上善的。你是西方极乐世界争取的条件，哪有不往生不成佛的道理啊？那么这些教诫，我们要是永远记得，常常念着，依教奉行，都是属于持戒。这是持戒里的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是圆满的大戒。只要这一条做到了，佛家常讲啊，三千为一，八万细行，你全具足了。哪里要那个戒条，一条一条，天天去反省，天天去学习呢？通通都圆满了，真正抓到了总纲领。忍辱，金刚经上说得很好，一切法得成于忍。大的成就有大的忍耐，小的成就有小的忍耐，没有忍耐哪来的成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反省，常常检点。小事都不肯忍，都要随顺自己的习气。这种人不会有成就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细行不胜枚举。所以常常讲，事事要忍让，忍让头一个是对自己。其次才对别人，对自己不能忍让，对别人当然办不到。精进是求进步，进步必须要专一。学道，所谓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才能精进呐。禅定是自己心里头确确实实有主宰，绝不会被外缘所动。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造谣生事的人多，蓄意破坏的人多。谚语里面常讲“好事多磨”，是一桩好事，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可是
有许许多多嫉妒障碍，不希望你这个事情做成。我们自己要有定力，要有智慧。这个路走不通，还有别的路啊。我不一定要坚持走这一个路啊。中国古人所谓“条条大路通长安”啊。唐朝的首都是在长安啊，不一定走这条路，这条路走不通，我拐个弯嘛，走那条路吧，一定能走到嘛，决定不受人动摇。决定不退转。要有智慧，能够应变。总要达到自己的目标。断恶行善。转迷为悟。求生净土。自己真有把握。所以自己要跟自己立约，决定要做善人，不要做恶人，决定要遵守佛菩萨的教诲，对人决定要舍财，要舍法。菩萨道决定是财施法施啊，没有钱，我刚才讲了，不需要钱呐。布施不一定要用钱的，没有钱一样修布施啊。在这个道场做义工是布施啊，比用钱来布施啊，功德还要殊胜。为什么呢？钱是身外之物，是外财布施。我们在此地做一天义工是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福报超过外财。刚才我讲了，路上有一块石头，你把它捡到丢到旁边，这是内财布施。所以随时随处啊，一切有利于大众的事情，我们随手去做，都是修财布施。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全在其中。你肯发心为别人服务，这个发心就是智慧，就是属于法布施。你的行为就是财布施，效果是无为布施。所以提到布施，大家第一个就想到我没有钱。你的想法全想错了，不，没有钱的人修比有钱的人布施还要修得大。为什么呢？你的心真诚。有钱的人布施啊，那个心未必真诚。他钱太多了，谁一点无所谓啊，九牛一毛啊。每一天自己赚一点工钱，赚个十几块钱，遇到别人有急难，完全拿去布施，这个福报不得了啊！
这是把他全部的财物啊，通通献出来帮助别人的。所以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世界，在常说的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因果什么转变不空，相续不空，循环不空，在这个里面再看到这一生大富大贵，来生可能变成贫穷，这一生贫穷之人，来生可能变成大富大贵。风水轮流转啊，怎么转的？这个里头有因果的道理，都是在懂得布施，诚心诚意的布施，帮助社会，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这个许哲，你们大家看到的，他一生修这三种布施，他现在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他要不生极乐世界，我判断他来生是做天王，不是人王。人间富贵对他来讲太小了，不是他的果报，他的果报超越太多太多了，来生去做天王啊！他一生当中啊，财施、法施、无畏施，念念都不忘。十三业道经上这一段开示，他完全做到了。确实昼夜常念思维观察善法，确实做到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他全做到了。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寄生幕后两句：畜生诸善根，成就菩提果。一切布施当中，这个布施是最急究竟无上的布施啊。两句，第一句是因，第二句是果。着重啊，在第一句，如何帮助一切众生除生众善根？众是多啊，我们想一想，我们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自己的善根没有发现，我们怎么能够帮助别人出生众善根？这个话就说回来了，度人先度自己啊，自己度自己度不了，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人家也不肯相信，人家说你是假的。
你好意帮助别人，人家都问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有什么企图？你目的何在？这个事情我们遇到的太多了。想想为什么呢？自己做的不好，让人家不相信。做一点好事，别人还怀疑你。可见的，自己本身一定要做好。这是佛法常讲的，度人一定要先度自己。真的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然后你劝导别人，人家相信啊，人家肯接受啊。所以自己确确实实要常常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这个四好我们提出来很多年了，常常用四好劝人，也用四好勉励自己。存好心，什么是好心？真诚心是好心，决定不欺瞒别人，别人欺瞒我可以，我决定不欺瞒别人。别人呢，怕人家知道你的隐私啊。我们学佛的人不怕，学佛人说没有私，无我无私。你还怕什么？一般人最怕的是钱财不让人知道，银行存款不敢让人知道。我们银行存款账单谁都可以看。我在美国的时候，银行账单一寄来的时候，别人就把它拆开，大家看完了之后才还给我。很好，大家看看多好，都能安心。为什么？我的钱大家用，我自己从来没有用过一分钱。有什么好隐私的？真诚重要啊！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我们跟佛菩萨感应的。虚伪是给魔鬼感应，魔鬼都是虚伪的，都是不老实的。我们学佛要从这里学起，所有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决定没有丝毫为自己。第二个清净心是好心的，我们要存清净心啊。清净是决定没有污染。什么东西污染？自私自利是污染，名闻利养是污染，贪嗔痴慢是污染。要做到决定没有污染呐，心清净呐，平等心。是好心，平等心是决定没有高下。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对待
当时16大国王看世尊怎么接待他的，恭敬有礼貌啊。释迦牟尼佛托钵，托到一个遇到乞丐，向乞丐托钵。释迦牟尼佛对于乞丐的态度，跟对待国王态度没有两样，平等的礼敬。绝对不是看到地位高的富贵人谄媚巴结，看到贫穷下贱的瞧不起他，没有啊。佛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呢，都是平等看待。我们要学习，把这个高下的心改掉。高下心是傲慢，佛何以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观点不一样。佛看一切众生呢，看他发心，这就讲呢，完全看人家美好的一面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从这里看，佛性是至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佛的善心从这儿来的。我们凡夫看什么？着相，相就不好了。凡夫专看别人的缺点，专说别人的坏话，那自己是说自己是坏心呢，恶心呢。这是我们比不上佛菩萨。如果我们跟佛菩萨学习，也能像佛菩萨一样，见一切众生的法性，我们心就平等。造极恶重罪堕地狱的众生，他还是有佛性，他的佛性还是至善。他为什么会造恶业？为什么会堕落？一念迷惑，这可以原谅的。人是个好人呢，好像喝醉喝醉了，闹酒疯啊，做了很多错事情啊，酒醉了，原谅他吧。你现在判刑啊，对这个做酒醉的都判刑都判得轻。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他是迷惑颠倒，非常可怜。无量寿经上佛讲得好啊，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他做错事情，造作罪业，不要怪他，他很可怜，没有人教导他。我们也要有佛陀这一种慈悲心看待一切众生，纵然毁谤我们、侮辱我们、陷害我们的生命，无所谓呀。他很可怜呐，他愚痴啊，他本性还是好的。害我生命那有什么关系？害我生命啊，是叫我早一点往生。对我来讲好事情嘛，不是坏事情嘛。
我们的修学决定有成就。自己要有这个功夫啊，要有这个把握啊。往生的条件就是对于净宗坚决的信心，坚定的愿望。欧益大师说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了，决定在功夫的前身。有真心切愿。诸位要知道，真心切愿，你有没有呢？我有，我真心啊，我切愿，一天到晚还干坏事情，假的不是真的。真心切愿的人，决定不会做一点恶事，不会起一个恶念，他是真心切愿。真相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至善。真愿意往生，我真想学习阿弥陀佛啊！这个愿才是真的呀，发愿又不肯学，那这个愿是假的嘛？真正发愿想往生，弥陀经上讲的字字句句你都明了，你都做到，都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这个人才叫真心切愿。否则的话，口皮上说的真心切愿，事实全是假的。你还在作恶，你还是以不善的心对人，以不善的行为对人，你错了啊！你不能往生啊！不能往生呢？他也搞弘法利生啊，也做佛教的事业，做得不少。不错，来生到哪里去了？阿修罗道去了。去享这个福去了，很冤枉啊！阿修罗道虽然有道大福报，佛尽了。多半都是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他的嗔恨嫉妒心太重，福报大了，他造极重的恶业；福报小，你嗔恨嫉妒，你害不了几个人。那个福报大的不得了啊！像二次大战的希特勒还得了啊？那就是阿修罗啊，福报大了啊！极重的嗔恨心，你看他在一生当中杀多少人，害多少人，堕阿鼻地狱，修罗的果报啊！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道路？这样我们才知道存好心的重要。正觉心、慈悲心，正觉心不迷，聚而不迷。慈悲心这是根本。前面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落实在慈悲。慈悲的才表现出来，慈悲是无条件的爱心，爱护一切众生。这个众生行善，爱护他；作恶，还是爱护他。不能说他做善我爱他，他做恶我不爱他。你的心不平等，你的心不清净。你前面这四条都没有了，
所以诸佛如来大慈大悲，没有分别，没有等级的。这是我们要学的。存好心呢，要存这五种心呢。说好话，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妄语好话，不两舌是好话，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不要去骂人，不要去侮辱人，这是好话。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我们要遵守啊！行好事，什么是好事？这经上教给我们，布施是好事，持戒是好事，忍辱是好事。一直到般若，六波罗蜜是好事啊！佛教导我们与一切大众相处，接触的时候，四摄法好事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大乘法里面常讲四摄六度。我们天天要行这个好事啊！做好人，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之好人。时时刻刻要想着，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如果不能给大家做好样子，这就不可以做啊！不可以起心动念，不可以言语造作啊！这是我们讲的四好啊，这是善根呢，才能够出生种善根。在佛家里面，通常讲事法的善根。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世间一切善法都从这三个根里头生出来的。出世法里面的善根就一条，勇猛精进。在先前这个时代里，诸位都知道啊，灾难很多啊，太多太多了。大家要学佛，必须要断恶修善，必须要转迷为悟。一定要做个好人。好人从哪里做起呢？我讲的很多，从夫妻做起。要知道，这个地球，这个社会就好像我们一个身体。家庭啊，就好像我们身上一个细胞。夫妻不和，这个细胞啊坏了。如果这个身上坏的细胞多了，这人就活不了了。人活不了，就是许多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
世界的唯一机就现前，末日就出现了。每一个家庭夫妇都好，这细胞健全，世界不会有末日的呀。所以你要晓得夫妻好和关系是多么大，不仅仅是你家里头传宗接代，你关系到社会安定、世界和平。所以夫妇是道义的结合，不是感情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你觉悟了，破迷开悟啊。夫妻为什么不好？离婚率为什么这么多？你只看到个社会，离婚率多了，这个国家快要亡了。就好像看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细胞，许多细胞都坏了，这人快要死了。这一个社会里面，离婚率超过50%，准死无疑。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家不家则国不国，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儿戏的事情啊。那么由此可知，轻易离婚的这个夫妻，两个人都会堕地狱。我的判断。你要问为什么？他危害社会，危害世界和平，这个罪多重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如其要离婚呢，不如不结婚。你在结婚之前，我常说，双方都看对方的好处，觉得很可爱。一结婚之后啊。双方看对方的缺点，麻烦大了。就是这一念之间，所以佛菩萨教我们永远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你要能够记住这一句，你们的夫妻好合，白头偕老。为什么呢？只看别人的好处，不看对方的缺点，就没事了。就在这一念之间呢，这一念觉悟啊，永远好活下去啊！说相忍相让，那个都多余的，哪有这回事情？他就是这一念转不过来，叫迷惑颠倒。这个佛经上讲的迷在哪里，颠倒在哪里？你要知道颠倒在哪里啊？你在什么地方啊？夫妻这是最密切的关系了，扩大到家庭。为什么这个家里面最明显的婆媳不和，妯娌不和，原因在哪里呢？都是一个道理，专看别人的缺点。不看别人的优点，所以他才不和了。再扩大到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同学同事，如果都能遵守佛的教诲，你想想看，这个世界多美好！不是做不到啊。许哲做到了。你看许哲在此地不是向我们告诉我们，他一生当中100岁了，没有讨厌过任何一个人，他看人都是善人，都是好事。那一天李牧原就是在问他了，如果你看到有不恶人不好的事情，你怎么看法呢？他说，我看他恶人恶事，就好像在马路上走路啊，看到那个来来往往人一样，一个也记不得。
没有放在心上啊，这个比喻好啊。你们每天在马路上走来走去，马路上来来去去人，你记得谁呀？啊，他们在旁边讲话，你也听到他，那你记得哪一句话？一句都没记到。这比喻好，非常好。就是一切人的恶心、恶言、恶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若无其事，你的心多清净，你的心多善良。清净心、善良的心，是你的本性，是佛心呐。你怎么会不成佛呢？为什么自己要作践自己？把人家的长处、好处忘得干干净净，专门记人家坏地方。专门看人家的恶念恶行，变成自己一生的罪恶，养成自己的恶心呐。关键都在这一念之间。我们今天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彻底明白了。最低限度要跟着许哲的步子走，不想往生极乐世界，刚才说了，来生也去做天王了，得大福报，不可以作践自己，不可以把自己往三途里头去送啊。那是世间真正的愚痴人。所以我们学四好，要去学六度四摄，这就真正能出生众生根了。成就菩提果，这句话还要把我们所有的善根善行回向求生净土，就能成就菩提果。这个菩提果是无上菩提之果，究竟圆满的佛果，一生成就啊！这是一个特别法门，这个我们一定是两丈阿弥陀佛。我们自己这样修，自己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一生当中成无上道了。我们有义务，我们有使命，帮助一切大众，希望他们也在这一生当中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这是我们的义务啊，是我们的本分啊。至于他听不听，肯不肯照做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事情。我们必须诚诚恳恳介绍给他，这份礼物送给他，他接不接受，自己怎样去受用是他的事情。我们的心尽到了，这才叫真正学佛。真正是把这个经里面的义理落实在我们生活上了。
不仅仅是弥陀是大施主，啊，普济诸穷苦，我们也学到了。首先感谢阿弥陀佛救济我们的穷苦，我们现在脱离贫穷，啊，逐渐逐渐呢富有起来了。富有起来要帮助其他贫穷人，不要忘记别的贫穷人，只顾自己享福啊，那个享福不长久的，永远照顾贫穷人，帮助贫穷人，这个福报是永恒的，永远享受不尽。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一段啊。